大家好，啱啱我都諗緊，我記得我已經幾多年前做，都有少少記得咗。咁原來應該係5年嘅時間，多過5年啊嘛。咁啊，其實我喺5年前，我呢個母子外翻嘅問題，其實喺十幾二十歲嘅時候開始發現，開始好嚴重。咁嗰陣時係都非常之困擾我嘅生活，因為佢係。 令到我好痛啦，咁除咗只腳痛之外，其實着任何鞋都痛，即係無論平底鞋啦、波鞋啦，咁唔好話高踭鞋啦，就一定係非常之痛。咁而且令到我，因為我好中意做運動啊，所以咧係即係做運動嘅時候係成日都忍住痛去做，咁跟住又影響到腰骨又痛啦，所以就好多即係生活上嘅問題都出現咗。 咁直至到咁，其實一路咧我都揾緊啲方法嘅，咁就上網一路揾啦，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啊咁。咁跟住係，我記得係無意之間就睇到醫生嘅網頁咁，跟住就開始去了解呢件事。咁就直至到5年前就決定咗呢一個做呢個手術。咁我覺得我自己做呢個手術，即係呢個決定係非常之好，非常之冇錯嘅，因為做完之後我到依家。 係冇即係冇復發不得治啦，咁仲即係完全冇痛啦。我繼續做運動，尤其是我譬如最近有做一啲即係譬如拍戲啦，要做啲打氣啦，要學空手道啦。咁啊，即係做好多好多個運動都完全冇痛，咁啊同以前個生活爭好遠。咁所以我覺得做咗呢個手術之後，即係呢個決定係非常之好。OK，我仲有一個問題咧。 前面你三位咧都去答覆咗係咧，梗係咧每嗰時咧同我哋上咗手術，但係咧點解你會選擇我嘅手術？因為咧到而家為止咧都係好少，幾乎冇其他醫生做嘅。嗯，我以前咧點解其他醫生都？其實我嗰時有上網睇，除咗睇到你嘅網頁之外咧，咁當然有睇到其他嘅手術，咁但係我就覺得。 好恐怖啊！因為我睇到又話要截骨，跟住又話要傷啲螺絲入去咁。咁同埋我記得以前都曾經有啲藝人都做過嘅，咁好似即係都聽到個效果都好似麻麻地。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好懷疑。咁就係啦，之後就睇到你個網頁，咁我都覺得奇怪，咦點解冇其他嘅醫生去做，好似好少咁樣。咁我都有諗過，咁但係。 我覺得都係一個緣分啦，我揾到你，咁我就選擇咗你，係啦。咁可能要醫生你解釋下點解會咁少人去做呢樣嘢。呢個都係我冇答案嘅，係疑問題啦。我都想自己知道啦。我已經係盡咗我能力咧，發表同埋咧做嗰個講座啦，同埋參加嗰啲醫學。 就暫時咧就少啲啊，OK，我認為咧就可能 OK， 唔係我知道啊，但係咧你哋都睇過睇到 OK， 我哋呢三位 OK 搞個患者嘅嗰個做完手術嘅情況，就好多咧都幾乎唔順得嘅，幾乎唔順得嘅，所以咧就 大多數醫生咧認為咧，非用植骨方式不可，不然嘅話，非植骨咧就頭一個做唔到 ，OK， 好似 Sally 咁嚴重嘅症狀，同埋咧第二個咧會復發，但係咧其實我哋嘅嗰個人體電下數咧係而家唯一一個可以真正證實係會復發。 喺會就而家我哋仲未，有去減少，嗰個復發嘅問題。